大家好，我是阿伟。收起阿七。收起 Morris。Hes。我是大桃。你好，我叫 JC。我是小乐。我是 Ray。 各位好，我是欧阳。大家好，我是子佳。我是小爱。嗨，我是馒头。我是收起的大侠。收起的 Sam。 我是小克。四点吧。四点。三点。三点。凌晨两点开始拍吧。全黑迎娶。一两点起来。闯关。对，闯关因为会很好笑。闯关因为最好笑。就应该是闯关的时候我最喜欢。闯关那时候可以看到伴娘他们之间会互相合作。因为送客有时候会有遇到一些喝腔的人。敲敲杯。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大家的表情最好。化妆吧。嗯，有点后台的感觉。拜别。表情跟情绪吧，我觉得那是一整天最自然的时候。拜别父母跟戴头纱吧，才有机会拍到新娘突然哭到很丑的画面。所以你喜欢新娘哭得很丑？嘿，你觉得这样可以吗？我今天漂亮吗？我这样漂亮吗？你觉得我这样看起来可以吗？这样拍起来好看吗？你有没有把我拍很瘦？哪个角度拍起来比较瘦？再来嘞，阿伟，我刚刚这样美吗？就已经哭得稀里哗啦，我也不好意思跟他说你就不美，但你还是很美。你怎么比照片上看起来还要来得高？当天有要便当吗？要会带动气氛，要很会钻缝，要跑得比别人还快，要有敏锐的观察力。哪些画面会提前发生那种预感？情绪管理跟时间管理。要长得帅。符合。热情，然后不怕累。体力要够好吧，但通常我是没体力的那一个。OK， 应该可以，蛮会带气氛的。会拉塞，很会抓到那个瞬间吧。应该一眼看到我的照片就会很喜欢的，因为我很好聊天。长辈喜欢我吧。就是我不太会打扰你们婚礼进行。长辈很喜欢。一直介入流程的长辈。美人婆。摄影魔人。讲台语的阿姆。远房亲戚还拿单眼。喝醉酒的民众。我就是自己的最大的敌人。长辈或亲戚自己就拿着相机会跟摄影师卡位的那种。可能手机啊平板的拍摄那一种，那硬要在你面前。亲友会卡，会一直不断的卡位。很老套，我自己。丈母娘跟媒人吧，应该大家都差不多是这样。没有，丈母娘是我个人的。等一下，不小心走心了，我的天啊！对，好，媒人婆，媒人婆，媒人婆，丈母娘很好。不要挡在我的镜头前面哦。开个边啊！丈母娘非常好。走开。还一帮我站边边一点，拜托你站旁边一点，你可以休息了。拜托不要挡在我前面，可不可以不要一直挡着新娘的脸？我拜托不要再挡我镜头，滚开！被要电话没有，几乎没有过，没有被要过。大概两三个月前，昨天啊，昨天我老婆，现在应该没有人在要电话了吧？刚刚还是有人遇到。骗人的啦，怎么可能啊？婚礼上只有刚出道的时候的前一两年有被递过纸条电话。哦，有点久了，年初吧。这大概十年前了吧？上个礼拜新人跟我要电话，这样算吗？拍了六七年没有被要过。完全没有过。以前送客都会要合照，现在都要我们主动问客人可不可以合照，所以电话没有，很久没有，很久没有。老板有没有被要，我是不知道，他不会跟我 follow 这个事情。那时候是，对，应该是没有。我有粉丝吗？有粉丝吗？我有粉丝。有吗？等一下，我想一下。谢谢你们的支持。如果想要我的签名照，请写信到这边。谢谢你们一直在我身边。我的粉丝其实基本上都蛮隐性的，谢谢你们喜欢我的照片，对，那以后我会越来越努力，对，
就是谢谢你们喜欢我，那我会继续努力，继续加油。哈、啊，好害羞哦，请大家多支持我，谢谢。SOSI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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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OSI